长飞光纤686920018年高价41.6元，2019年高价31.35元，2020年高价18.28元，现价9.9元，跌得太惨。一长飞在国内产销光纤预制棒、光纤、光缆，事业内龙头。2020年业绩受疫情影响，营收82.22亿元人民币，升6%，纯利5.44亿元人民币，跌31%。二长飞未来受惠于基建加快部署，以及 5G 网络、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慧、大数据中心、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蓬勃发展。今年首季，长飞业务大复苏，营收19.11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大增36%，纯利0.75亿元人民币，扭转去年同季亏损0.16亿元人民币局面。全年盈利预测7.09亿元人民币，回增30%，较2019年仍有10%距离。预测 P 8.6倍，过去三年最高 P 20倍，最低7.3倍，平均12.4倍。今年预测 PB 0.64倍，过去三年最高 PB 3.6倍，最低0.63倍，平均1.37倍。三国内内业天夫通讯深300394，预测 P 28.4倍 ，PB 5.85倍。光讯科技深002281，预测 P 28.7倍 ，PB 2.37倍。身为龙头的长飞，估值反较同业大折让。四长飞 A 股沪601869，现价24.45元人民币，29.68港元。 H 股较 A 股折让高达67%。2019年一月初至今 ，A 股跌38%， H 股跌50%。H 股现时较 A 股折让太大，若回复至当时的54%，现价应为13.4元。长飞现价9.9元，目标价13.4元，潜在升幅35%。中金上周报告出炉，睇18元；高盛上月报告睇15元。同长加影今年以来，长和001升10%，远远落后于长实1113的29%升幅。彭博综合券商预测，长和今年 P 5.5倍，低过长实的8.8倍颇多，预测 PB 0.41倍，亦低过长实的0.52倍。长和实际是以前的和记黄埔前013。2015年中大改组前的6年，长和平均 PE 12.2倍，平均 PB 0.94倍。现时长和与前朝比较，折让亦太大。长实近期完成大动作及有成绩后，相信下一回合轮到长和有动作。偏案长和昨晚公布，昨日回购103万股。删小括号，长和现价59.5元，目标价重温77元，潜在升幅29%。高盛睇86元 ，Morningstar 睇80元。